小女孩有个玩偶屋，她发现里面有个玩具人头，人头会自己占据玩偶的脑袋。等小女孩把它扔出玩偶屋，人头却变成真人一样的大小。女孩叫小美，父母送给她一栋玩偶屋，小女孩非常喜欢它。这天小美一放学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卧室。等她打开玩偶屋，小美发现玩偶屋里有个恐怖人头，她明明记得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而原本躺着睡觉的玩偶两夫妻此时正坐在床上靠在一起，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。另一个房间的玩偶小男孩正盖着被子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而楼下的宠物狗正警惕地望着前方。更诡异的是，原本在桌子上的人头此时正掉落在地面上。看着这个恐怖玩偶人头，小美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，可是头上的血居然是真的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妈妈叫她出去吃饭的声音。小美警告玩偶们别动了，她关上了玩偶屋。晚上小美和妈妈吃完饭回家，她急切地返回自己房间。小美发现玩偶们的位置又变了，人头被放在了沙发上，而宠物狗则被关在了门外。小美寻找着小男孩，她发现小男孩正躲在角落，正害怕地望着那颗人头。等小美回过头，她发现玩具父母不见了，就连玩偶人头也消失在沙发上。于是小美在玩偶屋里寻找，发现她在一间卧室里，此时她正死死盯着小美。小美开始害怕了，她觉得玩偶屋闹鬼了。小美赶紧爬到床上抱着小熊，眼神却紧紧盯着玩偶屋。女孩的玩偶屋出现一颗玩具人头，她经常会变换自己的位置，玩偶屋一家人也被吓得经常变换自己的位置。于是小美来到玩具店购买了一个警察玩偶，等回到家打开玩偶屋，发现床上的人头又不见了。而此时玩偶一家正在吃晚饭，小美赶紧将警察放进了玩偶屋里，随后小美便下去吃晚饭了。等小美吃完饭回到卧室，她发现玩偶一家都在楼梯口，正惊恐地看着阁楼上。于是小美打开阁楼，她发现玩偶警察正在阁楼上，她举着枪正在寻找玩具人头。就在此时，爸爸突然出现在小美身边，她问玩偶警察在干什么呢。小美不想让爸爸知道真相，她说警察正在抓老鼠呢。于是爸爸让小美早点睡觉。等小美和爸爸说了晚安之后，她打着手电筒照着阁楼，发现玩偶警察不见了。小美顺着楼梯往下看，她惊恐地发现玩偶警察已经没了脑袋，玩偶母子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而父亲正举枪瞄准着前方。小美举着手电筒到处寻找人头，发现人头正藏在卫生间的镜子里。小美警告人头，她赶紧钻进被窝里，然后举着手电筒照了一夜。第二天小美又来到玩具店，她想要一个林正英玩偶，可是老板说没有这个玩偶，小美只好买了一个印第安人。回到家后，小美立即把印第安人放在了玩偶一家旁边，然后就跟父母一起看电视。可是小美的心思都放在了玩偶屋上。等父母睡着后，小美回到卧室查看，她发现玩偶一家正抬着头，玩偶屋里出现一颗带血的人头。为了赶走这颗诡异人头，女孩将印第安人放入玩偶屋。没过一会儿，印第安人就找到了人头，她举着斧头在房子里施法。随后小美发现印第安人正将半个身体钻出窗户外，小美来到另一边查看，发现印第安人已经没了脑袋。小美赶紧去寻找玩偶一家，发现人头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她赶紧大喊让他们小心点。母亲听见小美的喊叫声来到房间，小美假装自己做噩梦了。等母亲离开后，小美发现玩偶父母已经遇难，玩偶男孩不见了踪影，她举着手电筒到处寻找男孩。小美惊恐地发现人头竟占据了男孩的身体，小美气得将人偶拿出玩偶屋，扯下脑袋就往地上扔，然后她惊恐地钻回了被窝。可是她又想起不能让人头待在自己屋里，于是她又下床去寻找，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人头。更恐怖的是，人头竟变成了真人般大小。小美赶紧把人头塞回了玩具屋，她紧紧盯着玩偶屋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美就叫父母将玩偶屋扔掉，父母亲也没有怀疑，以为小孩子喜新厌旧而已。殊不知小美的举动拯救了自己一家。然而画面一转，恐怖的人偶再一次占据了男孩的身体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玩具并不能替代父母的感情，我们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。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，我是金乐，我们下期见。